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开始录。OK，再次，你问我一下，昨天星期几？昨天星期六，好，我问你，你这样的，昨天星期几？Me lo imaginaba. Tu好，今天几号？今天几号？没这样。对，今天几号？金金七六号，今天不是。就是昨说，天，昨天是六号，昨天，嗯哼，就是昨天，今天不是，今天不是16号，啊，今今天天，几号？啊，今天。7号，好，一般我说几号，你说几月几号？就是今天几号？你说啊，今天。12月17号，你说我明天今天几号？你说，今天七。是2月17号。今天七二对七号，对，很好，很好。明天呢？明天几号？明天你好啊，明天七八号。明天？啊，是二，对，是八号。对，再说，我问你，明天呢？明天几号？明天是二，是二，对，是8号。对，你的月号不是好好是好啊，好是号，十二，对，是2月。十二，对，用不用力？2月是二月。十二，对，十你说是八。月，记得你这是你说月不是月，不对，月不对，是月，啊，对，很好，十对，二月。12月，你一般是约，不对，约。好，约，十二月，啊，对，你听，约，不对，约，对，12月，快，约12月。十二月，18号，对，好，对，很好，很好，好，18号，你再说，明天几号？十二月，18号，对，二也是二，12，对，四，二，四，二，四，六，不是。二四六，好，再说，明天几号？十二，对，十二，十二，对，
七八号。对，好，好，对，好，很好，好的，你问我们现在，你问我，十二月，no，十二月，十八号。很好，很好，你问我，你问我，我回答，你问我。今天明好，天，明天，明天好。明天几号？明天几号？对，再问，再问，问我。明天几号？明天是2月28号，对不对？你听，你要听，你听我，你听我，你问我，你听，听我，我说对不对啊？你问我，明天几号？明天是2月28号，对不对？明天我说的对不对？对不对？不对。我说什么？我二说什十么？八，啊，十二你画，十，28号那，你画画，你画画，zoom，annotación。不，这是12月，我说12月好，12月，我说12月28号，28号，那你画画，28号，二十不什么？没有，这是二十24号，不是，我不说24，我不说24，我说28号。二十八。啊哈，对对，我说28号，好，不那对不对，对？明天二十八对，号吗？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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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天不是28号。好，那你问我，你问我一听，听我说什么？你问我。明天几号？啊哈，很好，明天2月18号。明天2月18号，对不对？二九十八，不对，不对，那我说什么？你画画，画画。十二。是，好。你再问我，你问我，你听，你听我说什么？明天真好。明天2月18号，去吧。所以我不说10号，不说，不说10号。啊，我说18号，对。不要，你听，你听，你听，我说，明天2月18号，我不说这个。啊，对对，很好，我不说12月，
我不说是二月，我说二月好，二月。那我说二月十八号，你画画，二月十八号。啊，这是是，我啊不说，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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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我说嗯，啊哈，18号，对对，我说2月18号，那对不对？明天2月18号吗？不对。不对不对，好，那你再问我，你问我，明天几号？明天12月18号。二对，明天，你听，嗯，明天12月18号，十二。12，12月嗯哼，十八号。十，那对不对？不对，对不对？明天12月18号吗？对不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嗯。不对？那明天几号？明天十二对17号，这是今天。今天啊，是二月十啊啊，七号。今天，对，我们不说今天，我们说明天。明明，天，啊，那是。你再问我，你问我，你先，你问我，嗯哼，问我，明天几号？明天是2月18号。对不对？不对，对不对？不对，怎么不对？你看，啊，对对。啊，你看，这个是今天。今天，今天这个今天，今天，明天，明嗯哼，天这个明天，昨天这个昨天，今天明天昨嗯哼，天。OK，我说你画画，我说你画画，我说你画画吗？啊，明天。嗯哼。明天你画画，嗯明天，哼，明天清好。明天，我说明天你画画，对，明啊，明天，天，明天，啊，好好，那明天几号？18号，啊，你说明天十八号。明天18号，好，明天星期几？明天星期几？明天星期几啊？一，星期一，你说明天？你这样，你看，嗯。我问你哈，明天星期几？你说。明天，你用手。明嗯天，星期一。明天，星期一。你说，哼，明天你用手，星用期，手。明天，明天星期一，好，再次，明天明星天期几？
明天星期一。你用手，你一边说一边说一边用手，明啊，天，明明天。天星期一。好，再次。明天星期一。好，那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星期，你说今天，今天，用手，今天，今天，如，今天星期日，今天，星期日，好，再次，今天今星期天。几？星期日，再说，今天星期日，好，今天几号？今天，十七号。好，昨天。几号？昨天几号？昨天十六号，昨天星期几？昨天星期六号，好，那你看，我们玩一个游戏。我说，你看，Javier 两，我说，我说，昨天，你也说，昨天的时候你一边说一边用手，昨天，明白吗？你看，昨天，明白昨吗？天，明白。好，那一二三，开始。米歇呢？米歇呢？喂，喂，米歇呢？Acá estoy, no喂，me ve. 不动，quedó como congelado, no veo movimiento, quedó como congelado. No, yo sí lo veo Intenté bien. apagar la cámara y volverla a encender. Ajá, ja. Y no sé si puede como alejarse un poquito de la cámara para poderla ver mejor. Bajar un poquito la cámara, bajarla un poquito. Okay, 好，Okay，一二三，开始。还有明天呢？明天，明天，明天，好，明天。明天呢？昨天。昨天，好，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昨天。昨天，明天。明天，昨天、昨天，今天、今天，昨天、昨天。明天、明天、今天，好，很好。那现在我们改，Javier 两，那 Javier 用手说，Javier 不说，两呢？今天。明白吗？明白。好，一二三，开始。明天，好。今天，昨天，今天，昨天，明天，好，那你记得不是电，是天，今今天，天，明天，昨天，今天。明白吗？好，再次，今天，
今天多天，今天多天，明天多天，明天，今天天，啊，多天。No，明天，明天，明天，今天，明天，昨天，好好，那我们说今天几号？今天，你好，啊，17号。好，明天星期几？明天星期一，好，昨天呢？昨天星期几？昨天啊，昨天星期六，好，墨西哥有 Oxxo，就是你们有 Oxxo，嗯哼。你去 Oxxo 吗？你去 Oxxo？哦，好，你不去，你去 Oxxo，对。你去哪边？哥伦比亚，Colombia 有 Oxxo de uno, justo y bueno 有很多。我不去，我去 de uno，我去 de uno。第一，你去哪？你去 Oxxo？OK，你去 Oxxo。那今天你去 Oxxo 吗？今天你去 Oxxo 吗？是不是？不是。那你星期几去 Oxford？星期几？你星期几去 Oxford？星期几？六，星期六。我问你，你回答。我问你，你星期几去 Oxford？你说啊，我星期六去 Oxford，明白吗？你去，你可以一个一说一个一去。对，你说一个意，好，对去，啊，五个五，但是你说一个意，去，是，哎，我去，我不去 Oxford，我去 de uno，好，那我问你，你回答啊，Viviana，你星期几去 Oxford？我星期六。是 also 好，这样说一个玉，对，很好，对，玉说一个玉，续，我星期六是 also 好，星期日，今天星期日，星期日你去不去 Oxford？星期日。不是，不去是，不是，是，also。啊！你说我星期日不去 Oxford。你说OK，我星期五不是，是，also。不去 Oxford。
不是 oxon。好，再说，再说。我心急如不是 oxon。好，好，好。那你星期日，今天星期日，你星期日去哪儿？去哪儿？我星期日aurrera。Aburrera。OK，好好，那你星期日去阿布德拉？好，你星期六去不去阿布德拉？星期六不是，不去。星期六不是Aurora。OK，好，很好，很好。你有一个。我星期六是Liverpool。利物浦，对，很好，很好。你有一个弟弟，你有一个弟弟，是不是一个弟弟？你有弟弟，弟弟，你的弟弟好，叫什么？我忘了，你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弟弟，对，你有哥哥弟弟，你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弟弟，Ciao, Sofia，哦，Sophia 是妹妹Oscar，，Sophia 是妹妹，妹妹姐呀，姐妹妹，哥妹哥妹，弟弟。的弟弟叫 Oscar。OK，Oscar，你星期几去 Oscar 的家？你星期几去 Oscar 的家？星期几？你星期哦，你不是我是你，啊？我弟弟星期不是你，你是你，你听，你星期几去奥斯卡的家？你。我弟弟，对，你星期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六，你星期几去奥斯卡的家？你看，等一下，你看，啊哈。啊，你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你的家，这样的。哦，这是奥斯卡的家，奥斯卡的家。那我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那你星期几去奥斯卡的家？你星期几去？奥斯卡的家，我星期一不是去Oscar 啊，como se dice casa 奥斯卡的家，你的的家。Oscar 的家，家。
家是家，家，你说 Oscar 的家，Oscar 的家。Oscar te cha. 嗯，好，你听我行，我星期问你，你回答。好，米娅嗯。呢？你星期几去 Oscar 的家？我星期一，得去去得叫 Oscar ，Oscar 的家。啊，Oscar 的叫我星期一去 Oscar 的叫。嗯，好好，Oscar 的家是哪？Oscar 的家。对，Oscar 的家在哪？你的家在哪？你的家在 Ciudad de México 不是 Ciudad de México。嗯嗯，你的家在哪？克雷特罗，啊，Querétaro，对，你的家在 Querétaro，你的家，你爱人，啊，在 Querétaro。那 Oscar 的家也在 Querétaro 吗？不是。不去。Oscar 的家在哪？在哪？Oscar 的家，Yucatán, Yucatán. Mérida, Oscar de Yucatán. Chia Tai Yucatán. Oscar de Chao, Tai, Yucatán. Okay. Ni de Chia Tai Querétaro. Oscar de Chia Tai Yucatán. La Yucatán. Sinchi y ni Chi Yucatán. Sinchi y ni Chi Yucatán. Chi Oscar de Chia. Bueno, nada más lo dije por decir, porque ¡Ah! pero no, porque son 18 horas de camino. ¿Ni sin chi chi chi? Ah, pero así, así. Wo sinchi. A ver, espérame. Déjenme verla. ¿Qué月? Wo. 12月. ¿Qué月? 1, 2, 3, 4. 1, 2, 3, 4, 5, 6, 7. Wo sinchi. Chi. Shi. Sin chi Shi. ri. No. Me yo sin chichi, Uno, sin dos, chichi tres, me yo. cuatro, cinco. Ah, no. Wo, Sinchi, Wu, Shu, Oscar, Te, Chao.这个星期这个五，这个。字。哦，这个星期五啊，那很好很好。你十二月，明白吗？12月。嗯哼。对，12月这个月12月24号，你看，这十，个月，啊哈，12，对，这个月24号，这个月24号，你去哪？你去哪？我星期。星期，¿qué era 24? 24号是星期日，你看，星期日。我星期日，shu 妈妈的叫，妈妈的家。妈妈的叫，20日，哎，星期日，星期日还是星期五，星期日，星期日24号，星期日，的妈妈得叫得啊，叫，妈妈的家在哪？妈妈的家在哪？你在盖头。妈妈，Oscar 在 Yucatán，妈妈的家在哪？妈妈得叫到 Mérida。家不是教室，教室我教好耶，你教的呢？不是教室，家，家的对。家的家的 Mérida 再说，妈妈的家在哪儿？妈妈的家的 Mérida 在美丽的，在 Mérida 再说，
妈妈的家在哪里的？哦，那好，很好。那你二十四号，你去 Melida 的，你去妈妈的家。那你几号回来？回来，Querétaro 几号？你几号几号？回来，Querétaro？回来几号回来？几号？黑狼来。我不知道，我问你几号？你看，When I 对，去是去，比如，你的家在 Querétaro，对，妈妈的家在 Mérida。那你去，这个是去，是。这是来，比如你妈妈来 Querétaro，你妈妈来 Querétaro，来，比如我在 Bogotá 啊，Diana，你来 Bogotá，你来 Bogotá，来，明白吗？来，你回来是这个，回，很难看。回来也有回去，回去，对，比如啊，你去 Merida 你回来 Querétaro，去 Merida 回来 Querétaro，明白吗？吃哎，去。以来，回去，你看，比如我2011年，明白吗？2011年，今年是2023年，今年2023年，明白吗？来。哦，你听我，你看，今年是这个，今年是2023年，今年，我说我2011年我去 Ecuador 我。我2011年我去 Ecuador 去我去 Ecuador，我想回去 Ecuador，我在 Colombia，我想回去，明白吗？回去 Ecuador，对，这明是白。去，来是来，有你来不过的。你来吧，我打。我说啊，亮亮，你回来，明白吗明白。？OK，那你啊，等一下啊，你说你二十四号，你二二十十，四号去美丽的妈妈的家，那我说。你什么？你几号回家回来？几号？24？你去？那几号？你看，等一下，你24号你去那里的？那几号回来？啊，虚
She would, she, no, er, she would, how?回来，Hey, loud, like. 回来，回来。哇，那你24号去，25号回来。No, 二十一七。二十七，一是24，21，二十一，21，21号。21，好。Shu mama de cha 妈妈在家家，那，de 不是家，24号，不是，是21号，二十啊二好，十一号去去，Maria 妈妈的家。那几号回来？几号回来？No, er, she, wu, fue lai. 25号。Ah, sí, perdón. She, er, she, wu, how, fue lai. OK，很好，很好。好的，我们写。那今天我们说去，来，回去，回来，我们就说家，啊，妈妈的家。Oscar 的家，你能说回家？回家，回家是比如我去 also 啊，回家，我的家，回回家。家一样，回家。OK，哎，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这错了。哦，对，这样对，对，去，来，回去，回来，回家，妈妈的家，Oscar 的家，啊，你几号去妈妈的家？你说我21号去妈妈的家，去来妈妈的家。Oscar 的家，回去，回来，回家。你几号去妈妈的家？为了 OK，你说我21号去妈妈的家。我也问你，你星期几？我问你，你星期几去 Oscar 的家？你星期几去 Oscar 的家？我也问你，你
星期几去 Oxo？你说你星期六是不是？你说我星期六去 Oxo。21号去，还能去。我发你的 WhatsApp。好了，你继续练习一样的，就是今天、明天、昨天、星期几。今 Ahora 天。sí, acá. Muy bien, Diana, felicito. Muy bien. Como se puede dar cuenta, ya es mucho de poder ir hablando, ¿verdad? Ya puede hablar de planes, de lo que va a hacer, ¿verdad? Cuando vaya a tal parte. Estamos más o menos como en la mitad, la SSK1, pero va muy bien, ¿verdad? Ya puede hablar de muchas cosas. Usted, por ejemplo, ve a un chino, puede decirle cuándo vaya a China, ¿sí? No, yo voy a China tal día. Lo puede hacer, ¿verdad? O sea, va muy bien, va muy bien. Seguir practicando todo lo que hemos visto. Me disculpa que no se me olvidó poner la grabación y hubo como 15 minutos que no grabé. Voy a No, no tratar de importa. configurar para que la grabación inicie de inmediato apenas comience la clase. Pero bueno, se grabó la mayor parte. Los 45 minutos grabamos, entonces bueno, eso igual repáselo. Repase toda la grabación. ¿Qué más iba a decir? La semana que viene usted se va a viajar. Entonces no conectamos, ¿verdad? No. Y el 31 me imagino que también tiene sus planes, normal, ¿no? Ah, 31 sí me puedo conectar. ¿El 31 sí puede? Ah, bueno, entonces nos conectamos al 31. Entonces el 31 vemos clase normal. Y ya sí pausamos porque yo del 7 al 21 yo voy a estar de viaje, voy a ir a Venezuela. Entonces, retomamos el 28, ¿vio? Pero ese 31 nos conectamos normal. Ajá, ¿y nos volvemos a conectar cuándo? La última semana de enero, El el 28. 28. De lo que es 7, 14 y 21, yo no voy a estar aquí en Colombia. Entonces, de todos modos, nosotros estamos en contacto. Si yo veo que estando en Venezuela, igual tengo conexión y puedo conectar con usted, bien. En caso de que tenga conexión allá. Bueno, mi vida, entonces muy bien, siga adelante, siga, repase toda. No repase solamente la última clase. Trate de ver si puede, si usted está en la grabación, bueno, ahí tiene el YouTube, lo que está en YouTube. Trate de ver también las anteriores, porque usted así puede ver lo que ha progresado, ¿verdad? Si ve las primeras grabaciones, va a ver que no habla casi nada, y cuando ve las últimas, se da cuenta de todo lo que ha progresado. Se repasen lo posible todas las grabaciones. Claro, la última más. La última grabación es lo que más debe repasar. Pero trata de repasar también la penúltima y así, ¿no? Muy bien, mira, entonces nos vemos la próxima. Nos vemos dentro de 2 semanas, el 31. Perfecto. ¡Chao! ¡Ánimo! Chao. ¡Bye bye! ¡Está bien! Bye bye.